浸到角，然後咧將你嘅右膊頭咧慢慢貼埋埲牆啦，同時你嘅身咧會轉向左手邊嘅。咁唔係第一下咧，你即刻轉啦，每一下呼氣咧，逐啲去增加個伸展，靠你嘅左手輕輕出力推，每一下呼氣將個身轉向左邊多少少。保持住，當你 hold 咗咧大概5至10個呼吸之後咧，如果你想增加伸展嘅話咧，可以將你嘅右手手掌同埋手指離開埲牆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唔單止你覺得我頭先講胸部啦、膊頭啦，同埋你嘅手臂有伸展，甚至係你嘅右手前臂都可能有啲伸展嘅。3至5個呼吸之後咧，放翻低你嘅手掌啦。呼氣嘅時候，睇下可唔可以到最後再轉出多少少。然後當你 release 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慢慢將個身先轉翻向墳場啦，然後咧就再放低手，記住做埋另外一邊啊。咁首先我哋需要一張凳啦，係穩陣嘅，坐喺凳前面嘅地下，然後手咧會放喺設位上邊，手心向下嘅。咁放好咗之後咧，你可能已經有少少伸展嘅咯，但係唔好唔記得呢一步好緊要嘅。望住我膊頭嘅位置，吸氣。將你的膊頭 roll back， 然後挺胸，保持面向前。咁喺呢個時候你應該會感覺到你的手臂啦，或者係你個膊頭、胸部，甚至係3個地方都同時有伸展。咁記得咧喺度我哋會 hold 一陣啦，5至10個呼吸。咁如果 OK 咧，可以15個呼吸都得㗎。咁當喺呢個位置，如果你覺得伸展唔足夠，我哋可以增加嘅。首先攣背脊啦，扣埋你的手指。放在正中間的位置，然後做同一個步驟，將你的膊頭 roll 後沉低。咁咧，你會感覺到我頭先講嘅位置咧有啲伸展啦。保持自然呼吸，背脊挺直嘅。每一下呼吸嘅時候咧，你感覺咧係 breathe into 你嘅 chest 嘅位置，係將佢打開。咁當咧 hold 完咧5至10個呼吸，甚至係15個呼吸之後咧 release， 記得先將你嘅背脊攣埋啦。慢慢將手打開，放翻低，喐下個膊頭，咁就 OK 噶啦。